撩鼻的话却断了天涯，闷丧的嫉妒还家。夕阳晚霞夹带着风沙，你是我的牵挂。青丝白发斩获刀剑瘦马，江湖从此回家。他剑中斩去飞花剑，出鞘斩飘下，仇恨仗剑天涯。少年狂酒酣畅，怒风狂怎可挡，未藏身逍遥四方。他青山可饮共雪共玉凝全抛下，恩怨是非真假，只愿与你浪迹天涯，从此不问世间繁华。剑中斩是非花，剑出鞘斩高下，仇恨仗剑天涯。少年狂酒酣畅，怒风狂怎可挡，未尝生逍遥自方。他金山可饮共雪共玉凝全抛下，恩怨是非真假，只愿与你浪迹天涯，从此不问世间繁华。删不救我，只好我就删了。我去给你买牛肉锅。客官，吃点啥？好久没来到这么热闹的地方了。打包一份牛肉锅，一坛仙灵烧酒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片刻。还真有点不适应了。你们来看看，这不是那个臭要饭的宁毅吗？自从西岭一别，想不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你谁啊？你不记得我了？宁毅，我师兄管清平，隶属青山师一脉，当初可是在西岭将你和徐藏打得落荒而逃。青山师？就那个死在徐藏手下的云烟谷大修者吗？放肆。啥情况啊？看什么看啊，没看过人手滑啊？什么手滑？分明是故意。你们出自云烟谷，应该知道仙灵城禁止寻衅滋事。别说了，赶紧跑。来喽，牛肉锅和仙灵烧酒。两位这是？滚开。要打架？哼，不许在店里打架，我们老板可是在修仙盟里有人的。哎呀，师兄只是右手滑了。这么容易手滑，不如砍了了事。呀呵，还敢嚣张，上去揍他。打一啊，打啊！三！热身运动结束了，该你了。没了徐藏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是。可恶！控水术。臭要饭的，给我去死吧！打架就打架，为什么浪费食物？我宁愿是酒。牛肉锅和烧酒送去教宗别院。剩下的银子是赔偿。
你怎么会？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，让你一击都招架不住？别怕，你们可以一起上。有幸与教宗大人手谈，连清甚是欢喜。恰好前面这家牛肉锅是仙灵城一大特色，我已派人过去占位，过去了就能吃。教宗大人已劳累一天，吃饭的事儿还是下次再说吧。无妨，你费心了。前面有人打架，都让让！你打起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去看看，怎么打成这样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让一让！发生了什么？都快散开！是谁打的他们？又是你，宁毅！怎么，云烟谷的人都认识我？宁毅，多日不见，你们住的可还习惯吗？多谢教宗大人这些日子的照顾了。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蜀山的小师叔宁毅。这当中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教宗大人用词可真有水平，现在我们弟子都昏过去了，就他宁毅一个清醒的，真相如何还不是他说了算。袁林，不得无礼。师兄，你忘了以武师叔去徐葬葬礼结果被宁毅勒索的事吗？这小子就会搬弄是非，颠倒黑白，这回他肯定是说清平先动的手。确实是他先动手的。你看，教宗大人不必多说，我知道这是一场误会。师兄，但我们云烟谷弟子被打成这样，我作为他们的师兄不能坐视不管。连清，你敢在教宗大人面前动手？仙灵城禁止私斗，我不过是想与蜀山小师叔来一场公平对决。哼，用不着师兄出手，我来足矣。教宗大人请避让。宁毅，可敢与我一战？好啊。正愁找到机会立威。人呢？刚好借此时震慑，免得那些修者天天找麻烦。